生生不息，荣耀战队、候选战队、千华队。你们全都躲起来，然后就进来没人的。好，特勤队队长，我们躲到哪里去？特勤队队长，请注意，他不敢前往千华队房间，邀请您的新队员。妈呀，我的妈！你为什么会去我躲在差点。我已经没有位置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想一下我们的布局。然后之前已经跟群组里面说，这都是我们的人吗？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这一层都是我们这全都是自己人。千万别进去，不是 nobody。说不定他是男队的助理。经过几次讨论，觉得我们女队需要一首氛围比较热闹一点的，可以大家一起带给大家欢乐的一首歌，所以我们选择在我们三个人的舞台里面，女队全员一起来加入这首歌，完成这个表演。啊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好期待毛毛做这个。等一下，你跟我一起进去，慢慢进哪去？进上台，我们进去。你抱的这个小熊猫逗着他们。如果哪一个队不赢的话，那可能要一些修改。那我们就在想，哇，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做大，必须要很热闹，大家团结就是力量，这样子。你先用右脚，你的那个脚别用力，那个脚对，慢一点，能把关。都准备好了吗？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千华队。然后你是最棒的队长，哇哇哇！然后我们很爱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包容我们每一位，你要跟我们每一位唱歌，你要 make sure 每一位都没有漏掉，所以我们非常爱你。然后你很认真，然后到有什么事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争取，然后有什么事情你就出去讲话，所以我们好爱你，你实在太可爱了。到西区，好，那我们最爱的千华姐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到现在，一个都不少的走到现在，然后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留下了这么多让人骄傲的舞台。接下来是安琪表白时刻。就是，棒，要认真讲啊，就是谢谢我姐，在我每次觉得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你总会讲说，安琪进步了，你就要这样，你真的进步了，下期你就是要这样子去做。哎，你终于做你自己啦，走出来啦。千华姐每次都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。好温柔，没事，我真的很不服。我们整个千华队也都是在互相帮助，给了彼此很多的力量。我是第一个来到千华队的千华男孩，在这里好像多了一群姐姐妹妹，然后这群姐姐妹妹超棒了，哎，有可以吗？好像出框了，然后这群姐姐妹妹每天就是气氛很好，那屁股撅一下，那比较好牵，对，好的，这个话很稳，那个话，就是你笑，他笑，哈哈大笑，然后就是千华姐在自己笑，说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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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朝那边喊什么？我是比较好后期才那个有幸来到千华队。谢谢。之前会想有很多的不适应，但是感谢千华队的所有兄弟姐妹，今天好漂亮，非常的有安全感。拜拜 ，See you。我已经和所有的千华队员合作过了。
在这个合作过程之中，感受到每位队员，然后每位朋友都是光芒四射。然后，我们是最棒的，耶！到我了吗？好，嗨，钱华，在生生不息。其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一起。那我们也都懂你的付出，那也正是因为有你，那我们千花队然后才可以一起面对所有的挑战。嗯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千花队就是最棒的荣耀战队。千花队加油！